大家好，我是荣耀七十系列全球代言人龚俊。这一次，我化身数字主角，与百度 AI 杜晓晓合作了一支特别酷的 MV。在这支 MV 里面，我小秀了一把歌舞才艺，大家觉得我有进步吗？不论是站在舞台上，还是日常生活中，只要怀揣梦想、热爱生活的人都是主角。荣耀70系列的 Vlog 主角模式正是通过智慧追焦、一路双得的创新 Vlog 拍摄体验，助力每个人拥有自己的主角时刻。荣耀70系列在拍摄多人入镜的 Vlog 时，可以在画面中选定自己心中的焦点人物、轻点人物框及锁定为主角，并实现智能追焦拍摄，甚至当你短暂离开，依然识别到你。一次拍摄可以同时生成两支独立的双防抖、双美颜高清视频，一支记录全景画面，另一支则是主角专属画面。Vlog 主角模式的出现，在拍摄群体表演、大型活动时，既能记录下表演活动的整体精彩，也能让自己心中的主角有单独的跟拍视频。Vlog 的拍摄更加随心、自由、便捷，拍摄的作品素材更丰富。让我们一起用荣耀70成为生活的主角吧。